小刚师傅被小甜甜缠上，阿妮基的王位恐难保。我觉得男生眼睛小小的好美。不要这样子，我做菜会紧张。没关系，他留个电话，他小甜甜想讨教你跟你做菜了。我真的很想卫冕，不要。大家先做做好朋友嘛，你讲话吗？差点忘记，最后。今天晚上6点，33厨房。